各位田木雜作的觀眾，你們好，我是汪勞鄭中基。新年呢，我又開演唱會了，那就等你來了。是很開心的，是很開心的，因為即是自己做主辦，即是自己心裏面就想啦，就那我就一定可以做到我自己想做的事了。那由拍 Poster 開始就已經發覺，我終於明白為什麼那時候那些主辦會ban我的東西了，因為他們即知道了，即他們當然知道了，後面那些數啊就越來越大了，所以他們就會叫我很多時啦，即次次啦都叫你減一點，減一點，即可能是做到六成左右，即自己心想的東西。我希望今次自己做主辦，我本來想著可以做十成。咁而家去咗幾成？我而家如果去到8.5以上，我就覺得第一次係我就 O K 噶啦。澳門嗰個咧，都係你一手白一手腳噶嘛。你係嗰時你已經話其實未係你十足嘅，即係做出嚟未十足嘅。咁你諗住將佢係咪都會搬過嚟紅館？其實就。就不會將那嚿成嚿搬嚟紅館，其實那嚿是我哋之前講啦，大家見到個艇啦，其實是一個堡壘個頂嚟嘅啫，係啦。咁成個城堡咧就要喺紅館啦。擔唔擔心即係去到新年嗰時點樣 keep 住自己嘅 body 啊？哦，咁冇嘅，咁都係運動咯，即係包都係跑步噶啦。但我又不會跑，即我練氣跑步，我又不是跑很長途，只是跑最多都是跑5km。但 我跑步是練嗰個回氣多過話要很長氣，因為練回氣就課演唱會咯。因為你譬如你唱完，跟住你砰砰要落台，希望就喺嗰一分鐘之內可以回到多啲氣咯，就係練呢一下。你換衫嗰一分鐘就上翻去啦，即係練氣就係練呢個咯。5年前同而家始終個環境都唔同咗，係再翻紅館個心情會有唔同。想帶俾啲觀眾或者入場觀眾想攞到啲咩酒？攞到啲咩酒啊？希望可以攞到希望你個晚可以開心咯，即係等於我拍戲一樣，拍喜劇一樣。我目的其實咁多時都係希望啲觀眾可以起碼。即係喺個零兩個鐘頭啊，例如演唱會就兩三個鐘頭入邊咧，可以忘記咗自己唔開心嘅嘢，或者擺低咗先，即係可以令到你起碼你嗰幾個鐘頭開心翻先咯。即係呢個我係最想做嘅。咁你話有咩帶走？我諗係回憶咯，因為今次我個主題都係講 fragments of one， 即係一啲快樂嘅小碎片咯，因為。好多即係又係，尤其是呢幾年啦，因為好多朋友都移民咗啊，咁樣各樣咁，即係都知道佢哋好辛苦嘅，即係譬如啱啱生咗小朋友啊，跟住去移民又要去揾工啊，即係各樣嘢，但係佢哋都可以揾到令到自己快樂嘅一啲好少嘅嘢，或者大家已經忘記咗啊，原來食到一碗好好食嘅雲吞麵係咁開心嘅，即係可能要去到佢哋嗰個。環境你才會 再感受翻呢樣嘢咯。咁但係即係我做呢一個 show 呢一個成個概念，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喺生活上咯，有咩唔開心如都好啦，都要令即係要揾時候令自己開心。中途有啲嘢只搭翻氣啦。係啊。咩原因你嚟唱翻歌？出翻嚟唱歌係因為我女咯，係啊。因為佢唔知道我唱歌，但係佢日日就係咯，佢一日睇，咦？你唱歌嘅咩？你係啊？我係啊，爹哋唱歌以前。我話點解唔唱啊？我而家拍戲咯咁。咁佢就話：不如你唱歌啊！我中意聽歌。咁好啦。咁第二個叫你，未必會認真去諗係咪？我會都會嘅，但我諗唔會咁積極住啦。會覺得啊，而家真係個樂壇好似轉變咗好多。你自己點樣睇咧？我自己點睇啊？我就覺得而家嘅，譬如新人，會難過以即係做新人難過以前。
因為你以前有好多嘢都冇噶嘛，即係等於嗰陣時嗰個年代，我哋譬如90年代同而家比，即係好多歌都未有啦。嗰陣時譬如唔同 style 或者唔同編曲啦，尤其是樂器啦，各樣嘢都係以前譬如冇嘅，係啦，咁你個接受程度咪會低嗰啲咯。好啦，到你到到而家，哦，你聽多咗嘢啦，你睇多咗嘢啦。咁如果那個新人係而家出嚟嘅話，你 expect 佢會多啲嘢咯。你咁講，其實 Eden 都算係咁咯，識下啲樂器。係啊，佢係咯，佢自己有鋼琴底啊嘛。嗯。咁佢音樂上面，咁佢又有個優勢啦。咁同埋佢係真係好勤力嘅。我睇係啊，我睇佢係喺現場真係。我見到佢瞓覺，我就知佢勤力噶。見到你瞓啦，係啊，佢就咁瞓喺地下度都瞓噶啦。今年我都請咗佢嚟睇嘅。嗯。哦，農曆新年同埋農曆新年比較難揾嘉賓嘅，因為個個都過年啦。嗯。同埋有好多我都知有好多朋友係過年唔做嘢嘅。想演唱會咧，你最唔想就係啲人叫你唱。青春痘。係啊。次都係嘅，佢就係講明唔唱先至嗌。係啊，最慘就係、是、最慘就係佢哋嗌，跟住我嗰個鼓手好配合佢哋，佢一嗌佢就已經共共共共咗，我又唔可以講粗口鬧嘅個台。住澳門又俾自己嘅幾多分啦？你覺得今放喺紅館，你覺得又可以加翻幾多分？上次啊，我上次喺澳門，我諗差零分到咯。今次我希望我有八幾。如果有85分就以上，我就OK 噶啦。